算了，给。好酒，是烧刀子吗？是烧刀子，男人喝的酒。黑子，你干什么？大叔，你发烧了吧？没有啊。没发烧？那你干嘛一个劲儿的说胡话？高翔是谁啊？你在梦里大呼小叫，一直喊他的名字。哼，他是我以前在衙门当差时认识的一个朋友。你可得教教我睡觉的功夫啊，连比划带喊的还能睡得四平八稳。大叔，你也教教我。想学啊？啊，到那儿扎上两个时辰马步。哎，黑子啊，不是说了以后别叫他大叔吗？叫我姐姐叫他大叔，以后我们怎么论啊？黑子，没看见俩人正说悄悄话呢吗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说什么悄悄话呀？出发了。以后啊，得有点眼力劲儿，听见了吗？去吧。走了。哎，啊，对了。从这里过去还有多久啊？不远了，再往前走就是边关的月牙镇，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出关了。大伙儿都把马车捆绑好，准备上路。月牙镇。好嘞。三郎，我现在已经离开锦衣卫，到边关的月牙镇上任，虽然只是当个小捕头，但我也心满意足了。这月牙小镇比之中原虽没有那么繁华，但在这里生活却也安静惬意，出镇不远就是一派大漠风光，到了晚间更是月朗星稀。本地出产一种叫君莫笑的葡萄美酒，味道甘冽可口，只可惜一个人喝起来总是少了些滋味。哎，什么时候你能来，咱们兄弟二人在月下对饮，那才叫痛快。兄弟高翔。没想到这蛮荒之地的小镇如此秩序井然。嗯，这里倒是颇有一番塞外风情。不过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奇怪什么？这个镇子并不大，按理说镇上的居民应该互相熟识才对啊，可是我怎么觉得他们之间好生疏啊？难道像中原人一样才好啊？根本就没有请客的打算，却还要问人家吃饱了没有，反正就是怪怪的。都快点啊！哎，掌柜还等我们呢。好的，来来，都安顿好了，你们早点休息吧。来，放这儿。好，这一路上啊，多亏您照应。这个货物已经摆好了，牲口也已经喂了。好。哎，各位客官，这是官府发的告示，您几位好好看看。哦。外藩扰边，民众小心。
不用放在心上，这是边关例行公事。你们到边关的任何一个小镇都会发放这么一张的。二位可能头一回到塞北来，不出去走走逛逛吗？这里呀，可有许多中原看不到的稀罕玩意儿啊。好啊。我想先去找个人，就是你问过的那个高翔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这儿就没有高翔这么一个人。不可能啊，高翔确实是在这里上任的捕快。嗨，这我说没有就是没有。你连名册都没看，你怎么能肯定呢？嘿，哎呀，我们这儿啊，这不比你们中原啊，你们中原衙门大，捕快一站齐了，满世界都是人，黑压压的一片呢，都叫不上他们什么名字。那我们这儿不然呢，衙门小，捕快拢共就这么五六个人。你要不信呢，你去那边看看，也许他曾经在这里做过呢。嗨，哎呀，不瞒你说呀，我在这儿干捕头已经十几年了。嘿，这么多年呢，别说跟我干过的弟兄他叫什么名字，就是他家里有几口人啊，他老婆长什么样，他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，我都能一一说给你们听。哎，你们说说，如果这个人他在这儿干过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可我那兄弟确实写信告诉我说，他在月牙镇这边当捕快。哎，这位兄弟，一听就知道你们是头回来塞北。叫什么月牙镇、月牙村、新月镇、新月村之类的地名啊，这遍地都是。哎。这位军爷，我看您还是给我们看看华明册吧，不是我们信不过您，您要是给我们看了，我们不就死心了？你们这些人怎么都那么死心啊？啊，切！怎么样？没有吧？谢谢了，军爷，那我们告辞了。告辞。不客气。你去送个信。哎呀，哎，这里真的跟我们中原完全不一样啊。哎，你现在陪我逛街还是在发呆啊？没找到就没找到吗？瞧你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，本来想好好逛这集市，被你搞得完全没心情。高翔信里面说的月牙镇应该就是这里没错啊。哎呀，人家不都说了吗，也许是你那个兄弟没把地址写清楚，跟别的镇子搞混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再陪你去打听打听。上哪儿打听啊？跟我来。走镖的人都知道，要找人打听事儿就到当地的酒馆茶肆一问便知。二位客官请坐，您喝点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打听人你可问着了，这镇上的人没有咱不认识的。哦，那你们镇上有没有一个？小二。哎，小二，你到后面办点酒，这儿我招呼着。好嘞。二位，您打听谁呀？尽管问我。你们镇上有没有一个中原来的捕快叫高翔？没有，我们这儿的捕快就没有中原人。我那兄弟是塞北人，所以他的相貌并不是中原人长相。我们这儿的捕快都是本地人，就没有外地来的。那打扰了，谢谢。哦，二位点点什么酒菜？来一壶烧刀子吧。哎呦，客官，我们这儿还真没有这种酒，要不然你尝尝我们这儿的特产葡萄酒。葡萄酒？你们这儿的葡萄酒是不是叫做君莫笑？哟，客官真是见多识广，就是君莫笑。这就对了，我那个兄弟写信告诉我说，他当捕快的那个镇上特产一种葡萄酒就叫君莫笑，应该是这里没错。那可不一定，这葡萄酒虽说是这里的特产，但不出自本镇，它是出自于骆驼沟，这方圆几百里的村镇都卖这种酒。这回你死心了吧？看来高翔也许是在别的镇子上当捕快。他们这是干嘛去？就是啊，
走，看看去。好。哎，快快点！哎，来了，快点，哎，快点，一会儿来不及了，快点。来来来来，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哎哎，快！原来是打水啊，不就是一口井吗？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派军队把守啊？这里处于和藩邦的交界之地，派兵把守估计是为了防止藩邦的奸细破坏水源吧。哎，月牙泉怎么了？高翔在信里提到，月牙镇之所以得名，就是因为镇里有月牙泉，当地百姓就是用泉水酿造菌墨效。既然君莫笑方圆百里遍地都是，这月牙泉也未必就这一个。反了吧你，后面排队去。君爷，我家中老母病重，还等着我打水回去煎药，麻烦您就通融通融，让我先打吧。规矩就是规矩，后面排队去。哎，喂，你怎么动手打人啊？他虽然是插队了，但也算事出有因啊。身为大明的军队，竟然如此打骂百姓，你还有没有法纪啊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大明子民。切，小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敢跑这儿来撒野？这是大明的土地，你们敢目无法纪，我就要管。这位大哥，算了，我没事。没事，你别怕。小子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大爷的厉害。住手！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得罪了，请问尊姓大名？在下王兆兴。你来自何方？来本镇做什么？我是镖师，从中原押镖到贵宝地，刚才有地方得罪了将军，还望恕罪。原来是镖师啊，难怪功夫不错。敢问将军是？哦，在下是这里的副将林雄。哦，你就是这儿的副将，你是怎么带兵的？戍边将士理当爱民如子，怎能恃强凌弱，霸占泉眼呢？二位有所不知，派兵把守泉眼，一是为了防范外藩奸细下毒，二是……什么一来二去的？难道刚才那个打水的小伙子是外藩奸细不成？那倒不是，这处泉眼乃是本镇的唯一一处水源，日出水量仅为400桶，如果有人家多打一桶，就会有一户人家喝不上水。因此为了公平起见，我家将军这才制定了每日每户限打2桶的规定，并按照规矩先到先打，排队打水。不管怎么样，身为军人也不该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拳脚相加。王兄说的是，我这帮兄弟平时被我骄纵惯了，今日也算给他们一些教训。对了，林副将刚才提到的将军是哪位？腾飞将军。莫非是赛李广、腾子航？正是。你居然没听说过腾飞、腾子航的大名啊？这个腾飞在我大明朝可算得上是屈指可数的猛将之一啊，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。当年藩邦大军放我边境，腾将军率兵抵抗，在子午口他率领3000士兵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，全歼藩邦20000精锐部队，腾飞也从此一战成名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不但运筹帷幄，而且能骑善射。每次要打仗的时候，他总是身先士卒，一马当先，所以得了赛李广的绰号。瞧你说的那么热闹，你都看见了？我也是听说的。那你说的跟真的一样。这本来就是真的呀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来帮你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你看，这镇上的人就是稀奇古怪的。我好心好意帮他，他还不领情。算了，帮人也不图个什么。走。
小二，给我拿壶酒来。来喽。客官，您要的酒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事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哎。听说你要走了。嗯。送给你。送给我？嗯。我这木雕可是千金不卖，只送给我最好的朋友。听说你申请到边塞的一个小镇去当捕头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你这是何苦呢？义父给你那笔钱，足够你置办一些产业，舒舒服服过日子了。志不在此，我虽然现在手脚不利索，够不上当锦衣卫的标准，不过我当一个捕快还是没问题的。那也犯不着到边塞去吧。我本身就是塞上人，吃惯羊肉了。再说了，这中原的捕快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。可是边塞就不同了，越是那种啊没人愿意去的地方，越是我们有志男儿为朝廷效命的所在。嗯，手好点没有？啊，好多了。你看，我都弄弯了。不过这条胳膊，恐怕再也抬不起来了。对了，三郎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这是我自己改装的，你看，还不赖吧？嗯，这么晚了不睡觉，自己在这里喝什么闷酒啊？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也睡不着。掌柜的，明天押完镖，我想跟你告个假。怎么了？你们先回去，我想留下来找高翔。那好啊，我也跟你一起留下来。你不必为了我。谁说我是为了你啊？我也是想留下来看看塞北的风光啊，再顺便给我爹带点土特产回去。说的也是，你出来塞北是应该到外面走走看看，不过我恐怕没时间陪你。傻木头。怎么了？我刚才听见有人在翻动商队的货物。货都还在啊？东西是没少，封条也都还在。你听错了吧？不可能，我明明听到有人翻动货物的声音，怕是盗贼来踩盘子了。我看你啊，是酒量太差，喝两杯就不行了。停。刘老板，按照标单规定，这趟镖就押到这里了。好，谷掌柜，这些是剩下的镖银，请您清点一下。不用点了。那咱们就此别过，一路上多谢各位镖师的关照。哪里哪里，以后我们商队往来于中原和塞外之间，还少不了麻烦谷掌柜啊。那我就先在这里谢过了。姐姐，我会想你的。我也会想你的，黑子，来，围领送给你。出了关风沙大，带上它能挡着点儿。没事，我不怕。黑子，等你们送完这趟货回去，一定要到镖局找我啊。
你不是一直想学功夫吗？到时候让王镖头好好教教你。那言为定哦。言为定。王镖头。一言为定。啊，多谢呀。走了，出发了。出发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走了，保重，再见。保重啊，走吧。保重，哎，保重，保重。跟我爹说，我们待个三五天就回去，让他别担心。是，大家一路小心啊。嗯嗯嗯嗯。王镖头，林将军，这么巧啊？不是巧，我是来找你们。有什么事吗？腾飞将军有请。将军，镖师到。哦，王老弟，滕某可是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在下王兆兴，久闻将军大名，今日得见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言过言过了。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我们镖局的掌柜，他叫古平安。哦，古掌柜，能够经营一个镖局，可谓是女中豪杰呀。啊，将军过奖了，只是会一点皮毛功夫，防身还行，豪杰可不敢当。嗯，王老弟，听林兄说你是功夫了得呀，但不知道对剑术可有研究啊？关公面前不舞刀，鲁班门前不弄斧。将军，您就别笑话我了。还此言差矣，切磋而已。嗯，将军神力，小人功底粗浅，还真用不了将军的功啊。我还是用这把吧。好。剑法，其实这剑如果射穿身体，只削在身后，把箭头剪去，这剑就能够很轻易的拉出来。而滕将军的剑呢，
虽然深入身体，但是力道又不至于穿出。要想把这剑取出来，就必须在身上开一个大口子。你真是行家里手啊！好，将军剑无虚发，真不愧是赛李广啊。顾掌柜，贵镖局真是藏龙卧虎啊，竟然有王老弟这样的高手。不过可惜，王老弟做镖师可是屈才了。哪里，将军过奖了。我这个人很爱才，如果你肯屈就于我的麾下，我立刻封你一个校尉之职。多谢将军，只是像我这样的人散漫惯了，怕是到了军中之后难以习惯啊。哦，这么一说，你是不把这个职务放在眼里了？哦，将军误会了，在下才薄，这校尉担当不起啊。更何况这边关有将军把守着，那些藩贼也不敢来犯。就算我留下了，只怕也没什么机会杀敌立功啊。你很会讲话呀。哎呀，人各有志，我也就不勉强了。听说你到这儿还要找一位朋友。将军真是消息灵通啊。我是来找一位老朋友，他叫高翔。高翔？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呐。滕将军，我还听说你们这里不止只有一个月牙镇呢。哦，这倒确实如此，附近就有一个。这样吧，明天我派人带你们去一下，顺便再打听一下。哼，就不劳烦了，我们自己去就可以了。嗯。早就耳闻腾飞将军大名，今日见面真是名不虚传。哼，我可不怎么喜欢他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反正啊，我就是不喜欢当官人身上那股子居高临下的架势。我倒觉得对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来说，他现在这样已经算是很谦和了。哼。将军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明天你要亲自送他们出城，并保证他们的安全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属下明白。明天我们先去开一份通关的文书，然后再去找那个月牙镇。好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黑子，不要杀我！黑子，不要杀我！黑子！黑子，你怎么了？黑子，别怕，没事，没事。看着我，我是你平安姐，黑子。黑子，我是平安姐。黑子，平安姐死了，都死了。黑子，别怕，姐在这儿，别怕。好多血，好多血啊！不要杀我，黑子！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黑子！黑子，别怕，姐在这儿。这些人怎么都没有首级呢？嗯，这些尸体是从哪儿运来的？他们刚出关，在十里的沙枣围，应该是番兵打劫的商队。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，如果是打劫商队，为什么要把这些人的头颅都砍下来？对啊，番兵拿这些人的脑袋有什么用啊？这个你就不清楚了。现在这些鞑子是非常的可恶，他们从来不跟我们正面的对仗，总是从背后搞一些阴谋的伎俩。哎，身为大将军，没有保护好我大明的子民，我还有何面目顶着这个赛李广的虚名啊？将军无需太自责，这些藩贼狡猾残忍，你也是防不胜防啊。哼，林雄，你马上集合人马出城去搜查散在的藩兵，如若有活着的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一个商队，竟没有一个人幸免，太可怜了。
将军，商队中倒是有一人幸存下来了。哦，此人现在何处？他是商队的小脚夫，正在客栈中休息呢。林兄，你马上带我去查一下，看看还有什么新的情况。快去。是。黑子，你是叫黑子吗？别怕，我们都是好人，是来保护你的。黑子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这位兄弟受惊过度，怕也问不出什么来了。王镖头，你们还是赶紧送他回中原，好好找个郎中替他看看，调养调养。塞北之地缺医少药，别落下什么病根。你放心，商队的事情我们会追查到底。我想我还是留下来跟你们一起追查这个案子吧。没错，这毕竟是我们平安镖局保的镖，我可不希望商队的人死得不明不白。据我所知，贵镖局的任务已经完成，这件事情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更何况这件事情涉及到藩帮，你们也帮不上忙。怎么就帮不上忙？你可别小瞧人。哎，你听不懂啊，我家林将军也是为你们好。谢了，本姑娘的安全轮不到阁下操心。嘿，你不识好歹啊！你才不识好歹呢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黑子，怎么了，黑子？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顾掌柜，王镖师，不要！我看你们还是赶紧带他回中原看病去吧。不要杀我！别耽搁了。林将军。他就是从商队里逃脱的那小子。嗯，怎么办？要不要？我看不必了。可是刚才他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，冒险去杀掉一个已经疯了的孩子，值得吗？怎么了？你先带黑子回去吧。你不走了？你留下来干什么？没看见人家不欢迎咱们？我总觉得我们到了月牙镇之后，经历的一切都十分蹊跷。先是高翔失踪，然后商队被杀戮，现在军队又非要赶我们走。这些事情之间，似乎存在什么巧合。你指什么？你没发现吗？这一切都是从我们找高翔开始。这林雄也是因为高翔才对我们特别感兴趣。现在商队被杀，却又千方百计的不让我们插手，这其中肯定有文章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想回到起点，还是从高翔查起。我相信只要找到高翔，月牙镇上发生的种种怪事就能水落石出了。那我和你一起留下来。不行，我一个人行动方便一些。怕我成你的累赘啊？我没这个意思，只是现在的情况如果真的像我想象那样，那月牙镇就十分凶险了，我不能够让你置身险境啊。而且现在黑子这个样子，需要尽快找个好郎中给他看看。掌柜的，已经不能再耽搁了。那你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，你们路上也要小心呢。嗯。拿着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可以连发的袖箭，你带在身上用来防身。林将军，嗯，
拿去买些棺木，把尸体收敛了吧。是。走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跑到我捕快房里撒野！你为什么派人跟踪我？我怀疑你是番邦的奸细。笑话！你凭什么怀疑我？哼！你押镖的商队为什么一出关就被番贼截杀？是不是你报的信儿？还有，我再问你，为什么你迟迟的不肯回中原？你把镖局的人都支走，唯独留下你自己，是不是你要和番贼分赃啊？你少血口喷人！你说我是番邦奸细，拿出证据来！跟踪你就是为了找到证据。废头，别跟他废话，拿着再说。拿下！这哪儿来的？你叫费坤？你也有一个？来，借一步说话。请请。哎，你们留下。是。实不相瞒呐，高翔的确在我这干过。那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听我说啊，大约在一个月之前，我无意中看到一个拿着锦衣卫腰牌的神秘人在给高翔下达什么命令。后来高翔对我说，他要潜入番邦去执行一件什么秘密任务。在他临走的时候，再三对我嘱咐说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许和任何人声张。哎，我要是早知道你就是他那个经常念叨的出生入死的三郎，我早就和你说了。那你知不知道是谁给他任务，让他做什么？高翔没对我说，我也就没问。这些事情呢，我是无意之中从他门口经过，也没听清啊。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啊？按照道理说，高翔已经退出了锦衣卫，他们没有道理再找他做事。对呀，我也是和他这么说呀。那潜入番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，弄不好那就要随时丢掉性命的呀。可他说锦衣卫中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够扮作番邦人了。那天接到任务之后他很兴奋，在这儿当了几个月的捕快，我从没见他那么高兴过。照你这么说，他在这里当捕快也有一段日子了。那为什么我问镇上的人，他们都说不知道这个人呢？嗨，那是我故意这样嘱咐的。高兄弟呢，平时在镇上人缘不错。我和大家讲啊，咱们这么说就等于帮高兄弟一个忙，所以大家呢就答应了。哦。哎，高兄弟说呀，这些东西如果带到番邦会有危险的，所以就放在我这儿替他保存。这个高兄弟呀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已经这么久了，怎么就一点音信也没有啊？哎，老板，不用找了。好，多谢。哎，慢走啊。哎，走了。
三郎，你可算来了。高翔，真的是你啊？你怎么又出任务了呢？你不是有伤在身？没事，都好了。你看，啊，来，今天咱们一醉方休。来，来，一醉方休。老板，哎，什么事儿？哦，吃好了。这东西哪来的？不知道。这明明是我兄弟高翔的东西。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不明白。我跟我兄弟出生入死无数次啊，即便是执行任务，这酒葫芦也从不离身。啊。你现在老实告诉我，他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客官，你看错了吧？天下这种酒葫芦多的是，你还敢狡辩？不，我兄弟受伤之后就在这上面加了个机关，让他能够一只手打开酒葫芦。这样的酒葫芦天底下能有几个？他走得这么匆忙，连酒葫芦都没有带，一定发生了什么变故。我再问你一次。你到底说不说？客官饶命，我说，这大概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。高捕头到我这酒店来打酒，来打壶酒。老板，哎，二位军爷吃好了。多少钱？这一二三二十文。怎么着，在你这儿吃饭还要钱呀？我告诉你，爷在你这儿吃饭。那是给你面子。是，你看爷平时到我这来喝点小酒，吃点小菜，我孝敬您还来不及呢，是吧？你看今天您要了这么大一桌子酒席，小店实在亏欠不起呀。行，人家，军爷，你看这，哎呀，军爷啊，你看这小店实在是消遣不起呀。给你钱就不错了。哎呀，是，爷就这么点军饷啊，你觉得少啊？找皇帝老儿要去啊！我皇上，哎，你们不要欺人太甚啊！不，吃饭给钱，天经地义，有什么可说的？嘿，你算老几呀你啊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县太爷来了，他也管不着我们驻军的事儿。你一个小小的捕头，还在这儿多管什么闲事啊你啊？是，只要是有违大明律法的事儿，我都要管。你管一个试试啊！二位爷啊，息怒，都当我错了啊！今儿我请客，你们走吧。今天我高兴，我告诉你，看在张老板的面子上，今儿就算。是，二位爷请。我呸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猖狂不了多久了。哎呀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让你们知道什么是大明律法。哎呀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。我让你别喝这么多酒，别喝那么多酒，你就是不听，怎么样？这下惹祸了吧？虽然你是个捕头，但也惹不起那些当兵的呀。哎呀，老哥，你用不着怕他们啊！就这些个作恶的士兵，我早看他们不顺眼了。小点声！我手上有他们作奸犯科的证据，我现在就找他们头去，让他好好惩戒这些士兵。如若不然，我就上报朝廷。兄弟！嘿，老板，那位客官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高捕头。你知不知道他所说的军人作奸犯科的证据是什么？哎，高捕头平日待我不薄，我就跟你说了吧。不过你千万不要跟别人提起这件事。我想，他说的作奸犯科的证据，可能就是抢劫商队。以前呢，月牙镇虽说是地主藩帮交界，可一向还算太平，只是偶尔有些藩兵来骚扰一下。但自从商队来多了，这劫案也就多了起来。一开始大家还没在意，后来镇子上渐渐就开始了有了议论，慢慢的传出一些消息说这些劫案都和驻军有关系。再后来，
大家发现凡是在公开场合议论此事的人都神秘失踪了，从那以后就再也没人敢议论这事儿了。难怪，其实高捕头失踪的事儿大家心里都猜个八九不离十，可谁也不敢说啊。我看你是真心关心他，所以才告诉你。黑子，别怕，早点睡吧，等明天走出这片大漠咱们就没事了。姐姐在这儿呢，姐姐，我记起来了，他就是抢劫商队的人。原来是他。樊老兄弟们，我有要事要求见将军。林将军求见。进来。滕将军，属下有一事不明，前来请教。说吧。滕将军，巡捕房费捕头求见。将军，我不是。不要再说了，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。下去吧。是。啊，林将军。你来干什么？将军，小人有重要情报禀报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啊。你少来这套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任务。高翔是因为找到了军队劫杀商队的证据，所以被军队抓走了。亏得他还把你当好朋友，你不但不出手相救，你还帮那些作恶多端的人隐瞒真相。哎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那你告诉我事情是怎么样的？你不要问了，你知道的东西越多，你和高翔就越危险呐。你是说高翔还没有死？王老弟，我想你应该知道，高翔刻的那个小木人有什么意义。他之所以能把东西给我，就说明他信任我。我也要求你信任我。那好，那我问你，商队被劫是军队里什么人做的？哎呀，你不要再追查此事了，就算是为了高翔兄弟的安全，你以后也别再追查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酒喝得可真痛快。是巡夜的捕快回来了，你赶快走。我不知道你凭什么说高翔现在很安全，但是我知道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他的。费捕头，你还在呢？啊，你们来了啊！
但是我知道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他的。你是来求情的？什么也瞒不过将军。高捕快一时气盛，听信了谣言，所以他在一时冲动之下，他就……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我倒可以放了他。可是他说的都是真话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要想救倒是可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。第一，我不想高翔的事情让任何外人知道，如果有谁因为此事盘查起来，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人从来没有来过月牙镇。哦。第二，我不想这件事情再发生，你要给我叮嘱镇上的每一个人，如果谁为这件事情再嚼舌头，我要第一个知道。是，将军的事情我一定办好。好吧，我就暂且饶他一命。谢将军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既然可以饶他一命，那么我随时随刻就可以把这条命取回来。如果谁日后泄露了这条消息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到底说还是不说？你把证据藏在什么地方？你这条胳膊现在只是个半残，你要是再不说，我就彻底把它废了。停！将军有令，今天晚上他还是不说，就拖出去，找个地方把他埋了。我劝你再好好想想，年纪轻轻的，何必被一时之气葬送了自己的性命。哼，我区区一条性命没什么可惜的，只可惜我不能亲手将你们这些奸贼绳之于法。你们干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，早晚会得到报应的。
停。干什么？不要多问，逃命去吧。你这是为了什么？走吧。谢了。在哪里？杀手就是林雄的手下。今天白天林雄来客栈的时候，他们也在场，而且黑子还认出抢劫商队的人里面也有他们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我已经得知戍边的军队出了大问题，商队被劫的事情十之八九是他们做的，说不定就是林雄主使的，他肯定脱不了干系。我还查到了高翔确实在这里做过捕快，因为他掌握了军队为非作歹的证据，所以被他们抓走了，估计现在还在他们手上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首先保护好黑子的安全，他是这件事情唯一的证人。还有，保护黑子。高翔，高翔，高翔！
张昭兴，你知罪吗？我何罪之有？事已至此，你还想抵赖？你和高翔都是藩兵的奸细。我真瞎了眼，我一直以为作奸犯科的是林雄，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者。你冤枉林雄了。枉我当你是盖世的英雄，大明的栋梁。我不会和一个要死的人生气。今夜你在月牙泉边投毒，杀死了守卫的军士，被店铺的老板撞见，你杀死了老板夫妇，是这样吧？血口喷人，你说我投毒有什么证据？我说的就是证据。现在人赃俱在，还有什么可抵赖的吗？来人，在，把这个小子给我拉出去砍了。慢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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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慢着，大家都慢着。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将军，我知道，在您面前哪有小人说话的份儿啊？那你什么意思？将军，请介意不说话啊，介意不说话。将军，我觉得明天正午咱们当众将他正法，您看如何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将军请想，近来我们镇上发生了这么多大事，我想咱们应该让全镇的百姓都知道啊，此乃是藩帮的奸细所为，多亏将军英明果断呢，一举才把他们粉碎，这是其一。这二来呀，利用这个办法还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。来人，把这个奸细先押回大营，明日午时在月牙镇广场当众斩首。是。您看，将军，去吧。告辞了。你是怎么想的？属下什么也没想。军人的天职是什么？服从命令。明白就好。我要的就是服从和执行，不能怀疑我的做法，心里想也不行。高翔是谁放走的？我可以不追究，因为他这么做正好帮了我个大忙。但是谁要是想在背后捣我的鬼，那我可不答应。属下不敢，属下誓死效忠将军。你知道我今晚为什么没有杀姓王的这小子，而是留在明天当众斩首吗？不是费捕头说的原因吗？高翔我倒是无所谓，王兆兴这小子却是个大麻烦，此人颇有来头，看他跟高翔称兄道弟，说明他也许就是锦衣卫的人。那个姓谷的女老板和那个小黑子没有被杀死，必然会跑到镇里来找王兆兴。如果死讯传出去，朝廷就要派人来追查，不能留下活口。明日把这个姓王的小子拉到月牙镇当众斩首，他们必然来劫法场。咱们来个一勺烩，斩草除根。是，将军放心。属下不明白，
为什么把商队的人都杀了，还斩去了首级？嗯，我问你啊，一个人的首级如果放上了一个月，你还能分得清楚是外凡人还是中原人吗？分辨不出来。嗯，连你一个久居边关的人都认不出来，更不要说朝廷派来的官吏了。下个月兵部派人来清点战功，一个番人的头颅是100两银子，这些首级可就派上大用了。将军，这可是杀良报功啊。哼，你以为他们是善良之辈吧？他们前脚在战场上浴血奋战，朝廷后脚就跟他们签订合同做买卖。你看看，看看这些宝物，都是中原的宝贝啊！他们把中原的宝贝卖给了外藩人，按照律法当斩不饶。可是不要再说了，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，下去吧。不要再说了，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。滴答滴哟，答答。你这狗奴才！你来的正好，你要是不来，我还得去找你。走。进去吧。谢谢啊。是你，王大哥有恩于我，无以为报，备了一些酒菜，当作是给你送行了。有件事情我想问你，将军欺压镇民已久，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反抗？刀枪在人家手里，水源在人家手里，咽喉要道还在人家手里，别说反抗了，就是想离开这个镇子都难。大家都只想着，只要灾祸不落到自己头上，也就得过且过吧。哎呦，这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把衣服换上。我没有犯法，我为什么要换上这身衣服呢？这是将军的命令。将军的命令？你只知道服从命令，就从不问这命令是对还是错。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。你错了，军人的天职是保家卫国。你眼看着腾飞为非作歹，欺压百姓，你于心何安呢？如果你的良心未泯的话，就应该敢于率众奋起反抗。我相信在军营里还有更多有良心的人。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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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快！甩开！都甩开！甩开！来，警官，退后！退后！快点！退后！退后！你，退后！哎，是。将军到！
各位父老兄弟，我月牙镇是地处边陲之地，多少年来从来没有受到过外界的侵扰，大家是安居乐业。你们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有我腾飞和这些兄弟们在此守卫着边关。腾飞，你还敢大言不惭？你指使手下抢劫商队，残杀平民，压迫百姓，这叫保一方平安吗？乡亲们，你们甘心忍受他们的压迫吗？没错，刀枪都在他们手上，水源也在他们手上，可是你们不要忘了，天理和公道都在你们的手上，你们以为明哲保身就能逃过一劫吗？昨天晚上张老板夫妇已经被他们杀了，你们还要坐以待毙吗？啊！斩首！你们自己找上门来了，飞捕头，把他们通通给我拿下！兄弟们，给我杀！我之所以向将军提议当众行刑，这乃是一箭双雕之计呀！你想啊，如果今天这种形势，我要是不站出来这么讲，那王兄弟就要人头落地了。也正是这个办法，才能把腾飞从小镇引出来，那时候我们才能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？姑娘，我虽然是个残废，可是我也有血性啊。当然，以前为了养家糊口，我不敢这么做。可是高翔、王兄弟给了我勇气，所以现在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好人白白送死，坏人为所欲为。杀！飞捕头，赶快把这些反贼给我拿下！乡亲们，腾飞昨天可以杀了张老板，明天就能杀了我们，就算为了保卫咱自己的家园，也跟他拼了！对呀！全部都杀光，一个也不留，点后炮。腾飞来监斩的时候，肯定他不会带领大队人马，跟随他前来的只是他的卫队，可是一旦事情有变，他肯定要点后炮调援兵，那时候大兵一到，我们就没有一点胜算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盯准腾飞，千万不能让他点后炮啊。李雄，你想造反吗？将军，我林雄跟随你多年，从无二心，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一错再错，居然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。哼，来人，把这个逆贼给我拿下。我们当兵是为了保护大明朝的黎民百姓，但是你们看看现在的军队
还是你们当初想要加入的军队吗？现在的腾飞还值得你们跟随吗？你们手里的刀对的不是外邦敌人，是自己的同胞百姓。这是你们还等着干什么？难道你们也想造反吗？是林将军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得罪了。将军，你赶快突围出去，把兵营里的人马都给我调出来，快。是大叔，接着。只知道我的剑法好，但是我的刀法更好。他用的什么刀法？他自创的刀法。今天我要为高翔还有那些死去的无辜生灵报仇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成全你，和高翔去团聚。天行道，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腾飞将军抗击外敌，英勇就义，追封护国大将军一职。腾飞将军原职由原副将林雄担任，林雄需谨记皇恩浩荡，尽忠职守，为大明护卫边关，奋勇杀敌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没想到这腾飞最后竟然还成了抗敌战死的英雄。一位镇守边关的大将军死了，总得给朝廷一个交代吧。只可惜高翔留下的证据我们始终没有找到，否则一定上报朝廷。高翔留下的证据我已经找到了。在什么地方？就在他酒葫芦的机关里面。这是腾飞亲笔所写的分赃明细。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上交给朝廷？腾飞犯下的是株连九族之罪，虽然他作恶多端，但是他的家人是无辜的。更何况腾飞现在已经死了，林雄执掌兵权，以后往来商队和月牙镇也就安全了。可是作恶之人受到了朝廷的追封，舍身取义的高翔却只能做个无名英雄，那高翔也太不值了。我了解高翔，他为之付出生命的不是身后的虚名，而是正义和公道。他死了能够换来一方的平安，我想这是他认为最值得的事情。哎呀，多谢，多谢各位。